人民行动党前国会议员潘巴黎今天上午逝世，享年89岁。马西岭油池集选区议员任子明在社交媒体 Facebook 透露潘巴黎逝世的消息。潘巴黎出生于1932年，1960年加入公共服务，曾经在1968年到1988年期间担任但宾尼单选区议员，先后担任交通部政务次长以及国防部高级政务次长。